走了通济宫南边的路，然后就到提防这边了、啊。到提防道路这边，哦，今天有太子宫绕境活动，三天的第一天，到脚带啊，到五间厝了、新结庄了、到通济铁线桥了、啊，哦，这新盖的水沟了、啊，哦。这水沟做得好哦，这边也可以上去了哈。那积水溪旁，这古代哈就积水溪的水路就是这个铁线桥堡港水路的，哦，水路了，积水溪堤。就在那附近了，就在前方不远处了。你看去，西边那个是道，这铁线桥，绕境活动。哦，现在的声音是在北边的茄兰庙，然后再到这个旧的通济宫。哦，古色古香。我在冰面上厕所，那边那里。哎，赶紧赶紧的，回去再放。啊铁线桥，铁线桥旧的街，铁线桥老街，哦，那房子整修了。铁线桥老街，房子整修了。哦，哦，你看，现在旧的街，哦，旧的东西真的。
哇，真不会，真不会，我话都排到咁样，会可怕。哇，大了大了！原来那山更大，还是有道理。嘿嘿，那是等讲山上去。好，看不出。哎呀，啊，等讲我那些云头吧，那啥，是是是，不要不要，哎。哦，看不到。谢谢谢谢。哦，这盖这盖。
Thank you.
无人啊。